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华。来看到这个游戏吗？叫做《剑灵修真》，它后尾还有加一行字哦，叫做“可以飞的手游”。其实我不明白，我会下载这个游戏，是因为我给他那个后尾的那段字吸引到，他是说可以飞哦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飞啦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先哦，我先按确定。这个是什么啊？故事情节哦。哎呀，这个的话我们就跳过。喂，哇，他也是好多角色一下的哦。这个是哇，他角色名字全部都好难读哎。这是冰魂吗？冰魂，这个是焚，那是焚烧的焚吗？焚火，焚天啊，焚天。然后这个是化仙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夜明吗？是这样子念吗？啊哈哈。好难练哦，他名字，哎，哇，这个好帅哎，他有男女之分吗？好像是没有嘞，就是说男他指定的哦，这个角色是男就是男，是女就是女哦，没有的自己在选择哦，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吧，随便选一个角色进去玩先，看一下到底是如何的飞呀、啊。来，游戏试玩哦，一样，这个担保没人用啊，其实我。怎么说啊？这个名字的话，真的还蛮不错的嘞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试过、哦、用这个名字哦。他有跟我说有重复过的，那个有重复过。怎么说这个名字就算下来，应该算是怎么说？我自己一个人用而已吧，都没有人在用哦。等下我看一下游戏试完你没事吧？这是黑暗大军，来势汹汹吗？这样念吗？你看我读都读好慢呢，因为它全部都是繁体哦。算了，那我就不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战斗画面，还有他的那个如何飞，这个是重点哦，重点哦，如何飞哦。哇，他感觉好快耶，你看他升级。然后，信里写了些什么 ？OK，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哦。哇，好快耶，他这个是干嘛？七级的耶。哎，有没有再夸张一点？等一下，好夸张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啊，哇，这个是怎么搞的？我已经九级哎，我连一只怪都没打到，我就九级哦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提交任务，又完成任务，好快哎，真的好快的说哎，所以，哎，什么、啊、领悟新技？什么领悟新技能？我也不清楚哎。等一下，我们才看吧。我们先继续走，先看看他到底。看他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哦？任务看他怎么做到什么时候哦？你看他任务真的是做不停哎，14级可以飞哦，14级吗？你看那个有个翅膀什么东，有个翅膀在旁边了，看他左手边，看他左手边吗？羽翼耶，你看还有那个羽翼哦，14级哦，哇，打也快过人吧，好快哦，然、哦、后完了啊，打完了，这么快？Oh my god， 12级哦，好快耶！我进来还玩这个游戏还没有到5分钟哎。OK， 又升级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先啊。这是什么？气血池当前储气血值哦，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滑动调整，哎，你不要，我没有按它嘞，它自己会走掉哎，真的是，你可以停住一下嘛。它就是。怎么说啊？迫不及待哦，迫不及待的一直要走掉，对不对哦 ？OK， 我已经多少？我应该已经够14级了吧 ？OK， 然后哎呦，我有翅膀哦，你看，有翅膀了耶！呀呼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送给你的小礼物哦，修仙羽翼。哎，然后 ，OK， 然后等下我看一下啊，19级就有马了。哦，好快哎，好快的说哎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吧。啊，故事情节我也不读了，因为真的啊，好难读哎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还可以提升哦，它的那个纯白之翼耶，哎，提升。OK， 进阶成功了。然后，哎，哦，终于没有一下就升级哦。哇，好快耶！哇，真的太快的说了，你看我只要继续这样玩下去，我连马都可以拿了耶。我又升级哦，17级哦。
然后我觉得，假如你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游戏的角色满级应该要300级吧？你看18级耶，18级哦。然后这里，我终于没有了，终于没有，直接一次过就升级了，驯服坐骑哦。然后，哦，刚刚好哎，驯服完了过后马那个就可以拿，立刻领取，然后直接可以骑了吗？哎，帅耶！直接哦，你看已经骑马了哦，好快耶！呜，太快了。然后，哦，你看它还在升呢，20级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要做什么。哦，这是采收东西吧？采收东西，然后回去找它。它名字叫花谷哎，花谷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？装备哦，装备，那是我的装备耶。24级，诶，24级有一个，哎呀，太快了，说了，真的太快了。你看，我又来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提交。你看21咯，好快诶，根本说只可以用四个字诶，只可以不是说四个字吧，只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吧，根本就不费力呀、啊，不费吹灰之力哦，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哦，你看好快耶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坐骑哦，它的坐骑也可以提升哦。诶，提升，进阶成功，进阶哦。OK，然后，哇哦，22啊，哈哈。哦，你看它战斗的时候啊，你看它战斗的时候，它就会下马咯，它一战斗就会下马咯。然后哦，战斗完它就会吹一下，然后它马就回来了哦。所以我看一下这个什么。仙女相伴哦，OK，好，这样我就重去24级看一下哦，看一下仙女是怎么相伴哦，怎么陪伴我？哇，咻，好快诶，他就是过去一刀而已哦，就一刀哦，等一下，OK，领取哦，然后领取哦，过会怎么样？40级哦，那40级是什么东西哦？我看不到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仙女哦，激活，然后她会怎么样？她就会一直跟着我嘛。诶，真的哦，你看，月如诶，她跟着我了耶。然后下次帮她采集东西，OK，好。我还跟你讲失恋哦，咋了？失恋关我什么事啊？难道你要我当你男朋友吗？OK，哇哦，27级了。这个游戏真的。真的哦，升级不费吹灰之力，这个字叫哦什么？要打王吗？哦，是打王吗？我看一下，那个什么云中君哦，我跳过吧，这个剧情。看一下，哇，27级了耶，好快哦。然后，哇，哈哈哈哈，真的，你要我说什么？来。哇，你看我战力都已经5000多了耶，我就是这样子按出去，按一下就，哇，你看装备一直来耶，又来了，哇，他那什么技能来了，好像很强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结束视频的时候，我先看看一下技能哦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技能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任务完成哦，任务完成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装备啊，然后强化。哦，装备强化，OK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又接受任务哦，哇，他采东西的任务好多诶，就是一直叫你采东西吧，OK，好了，然后哇，30级哦，雪骑有麻烦哦，会尽快，诶，赶到吗？OK，提交，你看已经30级了哦，所以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玩这个游戏一进入到它40级为止，应该不需要15分钟吧？你看31级哦，然后诶，哦，来到了那个城哦，来到了城镇哦，来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哦？我们继续看哦，因为我觉得太快了，好快耶！我从来没玩过游戏升等那么快的哦。诶，才那么多吗？你到底要多少个哦？那是疗伤10啊，对呀、啊，疗伤10对吗？因为我刚才只是稍微看看一下，我看不是很清楚诶。
哦，OK，好，又，诶，马上动身哦，OK，这个是干嘛？马上动身，好啦，这么快哦，32级哦，来，你看，好，我最喜欢这个嘞，他喂喂一下悍马是从后面过来的哦，一过来他就骑上去哦，好快，证明他上马的速度啊是超快哦，你知道吗？OK，马上动身又来哦。他马上动身就是认为我他任务已经好了，可以马上去怎么说啊？去领哦，领奖励了。哇，40级哦，很快就可以拿到了吧？那个什么天赐法宝，那是什么东西来的哦？真的也不清楚，也不知道哎。天赐法宝，那看一下哇，你看都满了，我装备太好了，你看只是跟着任务做就行了吧？这个游戏真的好简单呢。好简单的说啊，然后这是提交，然后马上动身，哇，很快诶，就按键马上，好咯，这样就打完了，OK，OK，没有问题，也过了哦，他已经33级了耶，所以有吗？完成任务有，我又接受任务哦，OK，然后这里的话是。哇，太快了，真的。他的任务我觉得啦，他应该设定啦，要我们打多一点吧。真的很快诶，我只要一过去而已嘞，他只要稍微一开招，他就可以马上回来了，就说明了什么？全部中，那些我要打的怪全部给我秒掉了，数目够了，可以马上回了。诶，现在没有，哇，现在升级相对也没有快，哦哟哦，一样哦，35级了哦。而且现在我才玩了11分钟50多秒而已哦。哇，是他的经验值真的是整排整排跳哦！你看他下面的经验值，看到吗？下面青色那一排，还是整排整排跳着去的嘞，不是开玩笑。你看，哇，又来了！你看一看，我这个一动身回来，绝对升级了啦，不用看了啦。来，升级，对吗？我要跟你讲啊，因为我要看他下面那排青色的都要满了耶。你看，哦，哇，要满了，要满了，要满了。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，如果是真的这么快的话啦。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这样说啊？到底这游戏的意义何在呢？如果真的那么快的话，你看你不觉得太快了吗？你们看你们都觉得快吧？你看，已经37级了耶。而且，奇迹是刚才假如我不知道那么快，我知道那么快的话，我觉得我也要看一下剧情啊。好快耶！你看太快了，太快了。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OK。剑取出哦，什么？我、哦、剑哦，哇，战力9000呢，要破万哦。哦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哦，回来了，可以提交任务了，太快。哦，yes，满了，全身满了哦。可是全身满了还没有到1万呢。哦，他有一个手出，你看他那把紫色的剑吗？那个是什么？等一下我才去看哦，我先给他升到40级先，因为我要看他给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哦，所以我们继续，喂，不要啊，这个天赐法宝，我真的想看一下天赐法宝是什么东西来的哦，然后马上动身又可以回去咯，所以我们就提交，你看也上满咯，你看38嘞，好快，他就说还有多2级我就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哦，这是啊天赐法宝。这什么采集中哦，又采集东西哦。其实它采集任务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好的嘞，这么多哦，因为简单吧，简单哦，而且它任务的距离都好靠近诶，就是说走一段路就到了，不用说走，好像走整条街这样啊。来这里，你看要满哦，多一个任务，多一个任务绝对39级，没问题了。这个提交，然后马上动身。其实我在这段期间里面呢、啊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什么技能啊，还是他的普通攻击是怎样，我真的还没有看清楚哎。哇，他这里就稍微比较好一点，我打比较多只哦，是因为他这里的怪比较强吧，还是什么？我感觉这里会比较慢哦，一点点哦，但是是好事来的啊。其实游戏真的就是要这样吧，不然他真的好快哎，我感觉不知道人还以为我用了什么手段呢？这么快啊！那游戏的等级，等一下应该可以啊，哎，还不可以哦，应该还要多一个任务，马上动身。
你看这里的还就这些就比较强了，你看，已经不能秒杀喽，不可以像该这样喽。OK，K 喽，40级。OK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这立刻领取吧，立刻领取，我要看一下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提交了哦，哇，50级还有无上神兵，Oh my god，这到底是怎样？等一下啊，我现在都已经什么了？所以我看一下我角色吧，我自己按一下我角色。哇，角色，你看有5个东西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。技能哦，技能，OK，技能5个是什么意思？哇，技能还蛮多的诶，哦，好多诶，他技能。假如现在的话，我看我用的技能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先啊。OK，我用的技能就是这几个群攻哦，还有群攻内那个是什么？哦，我是用这几个技能哦。你看我另外两个技能还是封住哦，还没有开启耶，真的是啊，已经40级了耶。等一下，他因为是要自己开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哦，敬请期待。没有嘞，我要全部技能已经解锁完了耶，所以我就来一个一键提升看一下，一键提升哇，他用的钱蛮多的哎。学习技能哦，自己这个要自己学习的，你看哦，要自己学习的。OK，这个是什么？横扫千军哦，一键升级吗？可以。然后这个是学习技能哦，真的是要自己学习的。哎，你看看吗？控制哦，OK。然后这些什么技能？学习技能，然后我全部都按学习技能啊，学习技能。哦，可以咯，他技能全部都已经这样子哦，没有了哦。哦，永久增加17点，哦，刀枪不入哎，你看到吗？永久增加17点防卫耶，所以这个就一键升级吧，给他够力哦，你看110多点防卫耶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？22级哦，要22级哦，过了吧？这个什么战器哦？这个是加什么的？永久增加10点攻击哦，这个是。这是属于被动吧，主动哦，这是主动技能吧，应该是，因为它直接哦，它是直接可以用的哦，不是直接可以用啊，它是直接加属性的哦，然后这也是加属性嘛，哦是诶，这个也是诶，气血什么壁垒吗？那是读垒吗？然后我就一键啊、哦，一键升级，OK 到20级哦，你看哇，加了2719耶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首要的，就是攻击型的技能吧，所以这个我也是来一个一键，全部来一个一键哦，一键升级给它，这个也是一键升级，OK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四个技能有什么特别哦，这个是什么技能呢？这个是。将敌方拉近至身前，对目标造成158.378%攻击加1588伤害。哇，够力耶！这个很痛耶，很痛耶，真的。然后，并且在4秒内自己受到的伤害减少20%。哇，还有加防哦，并且禁锢敌方3秒。哦，直接那还不可以动哎。然后这是横扫千军，这个是什么？甘坤一头吗？那是投币的投吗？是这样念吗？啊，真的遇到繁体字，我真的要投降哦！真的 GG 耶，我真的好多字都不会读诶，横扫千军，这个是技能效果是什么？对身边多个目标造成91%攻击加363伤害。OK，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是地裂天崩啊，不是天崩地裂吗？倒反了我好像。它冷却时间还5秒哎，呼呼，这个是个3秒，这个16秒，这个比较久吧，这个是单体高伤哦，对目标造成109.568%攻击，再加2316伤害。OK，好，这个是打单的哦，这个也没有写打单打双哦，这是哦对多个，这个是群体的哦，然后这个应该也是群的吧，你看。不清楚哎，不是很仔细哦。等下我再仔细一点回去看，我就知道了哦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旋风之刃吗？你看冷却时间，用冷却时间吗？这么好，三段
三段单体伤害哦，三段呢，不是一段哦。对目标造成一段73.36伤害，二段91.1伤害，三段110.04伤害，并且对周围三个单位造成38%，什么伤？38%箭啊，那是箭射伤害哎！哇哦，好强的说哎，可以这样讲哦，这些技能，还有这些技能。而且你看，他还不能满级耶！你看他有指定哦，要42级哦，多少级多少级哦，才可以再升哦。这个只可以升到6哦，11、14、18、20、15跟10哦。你看，这是被动、被动、被动的，然后这是主动、主动、主动、主动的哦。这是被动，sorry，该我讲错了哦。那是被动哦，被动的三个，当然他后尾还有两个哦，他两个是尽情期待，就是说还没有开放哦，这是主动、主动、主动四个，所以就是这里哦，你看。他的技能就这四个哦，然后这是他当然是他普通攻击吧，普通攻击可以按吗？我按不到的嘞，你必须要有怎么说啊？要有怪哦，遇到怪你才能按得到哦，所以哈哈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嘞。这个我的这个剑灵修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所以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